哭，太好笑了。说第一印象很重要，那么今天我就要教大家如何让人家看你的第一印象大幅的提升。站内八对某些人来说是非常可爱的，所以 step one 就是把你们的脚像这样往内站，这样有点小可爱的感觉。 step two 就是你想要更可爱的话呢，你的内八就要再弯一点。 step three 要是你觉得你还是不够可爱的话，你想要大赢特赢，想要让男生看到你第一眼就说哇真可爱的时候，就要像这样让自己看起来弱不禁风，很像随时都会坐轮椅的感觉，这样子你就的成功了。现在的你真宇宙的可爱，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人，男生看到你一定会跟你要赖的。大家学会了吗？要可爱就要装智障。艾莎，你在找什么？口罩。你在找你口罩在哪里？你在找口罩？在哪里？你说什么？你在找什么？口罩。你在找你口罩？在哪里？我怎么知道？你在找口罩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在找口罩。